ダスクダイバー2コンロンレイド。然后过了一年，我的名字是杨雨墨，我变成大学生了。准备好的话，就开始测试装备了。嗯，没问题，拜托你了。那我要上了。该使出全力了，火力全开，接招吧，爆裂吧。
敌人，大家准备战斗吧！ 去吧！哎呀！大闹一场吧！呵，你极限崩台！哎呀！哈！吕墨，又发作了吗？什么？明明已经分离了，怎么我还会变成德系的？ 这种时候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。哼，再来变成小不点的样子，只是突发状况而已。雨墨，你要是撑不住的话，就还是交给我来应付就好。没问题的，不能只交给李优叔一个人。给我让开！ 哎呀，雷霆万钧，哼，
的目标。哈，火力全开呀！哈，都给我滚！哎呀，闪电刃！嘿，旋风腿！去吧！哈，还没输！哈，哎呀，正中目标！给我亮开！火力全开！呵，雷霆万钧！闪电刃！闪电刃！天大雷劈！很中！雷霆万钧！天大雷劈！嘿呀！嘿！嘿！呀！呵，只要说呀！雷霆万钧！嘿！呵！还不错呢。决定好了吗？